是金刀御厨的传人，他是陆之真。我们被瑞亲王封为醍醐特使，便寻中华美食编成天朝食典。虽说公务缠身，可终身大事不可能耽误啊。其实我对小真真倾心已久，只可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花。真的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好饿呀。我知道。无论派别都讲究一个静字，心静神则静，神静行则通。对于厨师来说，做菜当然也是一门功夫。只有将灵魂与美食融为一体，才能做出如此温暖人心的美食，于平凡之中彰显人间百味，这便是博大精深的中华食文化。相传在中华美食界有一对鸳鸯侠侣，他们被奉为醍醐特使，奉旨寻遍天下美食，将其编入天朝食典，以传后世。想吃吧，坐一边去。老板，此番醍醐特使途经苏菜发源地，竟遇如此美味之鸭血粉丝汤，要将此汤编入天朝食典，定能造福后世，万古留香。小子，这就是你吃霸王餐的理由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哪只眼看到我吃霸王餐了？喝汤都不给钱，还说不是霸王餐？我可是醍醐特使。提什么壶什么使？醍醐特使。我看你小子脑子指定是有毛病。哎，我醍醐特使愿意帮你，那可是你的福分。你知道我身后有多少人求着我帮他们吗？好强者。所以我说呀，你们不要总是鼠目寸光。你们孺子不可教也。在我这吃白食是吧？你不要命了？你不就要钱吗？啊，你给钱呢？对不起，我真没有。你来真的是不是？我对。别催我了。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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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哎呀，我的鸭腿。不是我。哎呀！啊，陆之真，救命啊！小子，别跑！不会吧，到这里都能碰见？哎，赶紧跑！哎哎哎，这位兄台，请问那个御河伸手怎么走啊？前方右转。啊，谢谢。老板，这御河春酒楼发生什么事啊？这御河春停业都一年多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听说呀，有人在这吃饭后食物中毒死了。官府查封的酒楼，主厨的师傅徐继白被判了罪，出狱后就失踪了。徐继白，江苏第一名厨徐继白？哪还有第一名厨呀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义和春的招牌算是彻底砸了。
别跑，我追。对不起，这位大哥，长眼睛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你小子外地来的吧？是，我刚到金陵城。你给我撕了干嘛呀？你知道我话多不容易你的吧？哎呦，我话小子，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的地盘？那又怎么样？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，要交保护费。是你儿子，拿来。是你的十两银子，十两银子，你就是敲诈勒索，你讲不讲道理？讲道理。哦，对对对，得给他讲道理。兄弟们，给他讲讲道理。啊，你们玩真的？你玩真的？去你的！哎呦！我去你的！去！呀，小妹妹长得不错嘛！哎，晚上有空到我家喝茶，知道不知道我家在哪？嘿，等我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行啊，你给我等着，快走，快点滚开，你给我等着啊。金陵城岂能容你们如此横行霸道？我提壶特使此次微服出访，就是要替天行道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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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他呀？兄弟，这苏州佳肴啊，醉香楼敢说第二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。这么好啊！啊，好，我请你喝点。走。醉香楼，有点意思。王公子，我们现在怎么样啊？都多吃点啊！两位太爷吃好喝好啊！哎呀，胡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，不想你女儿呀！哎，快去把那花椒胡弄送过来。胡公子经常来才好呢。哎，公子，哎呀，公子，真是生得好生俊俏，一看就是人中龙凤啊！这有没有相熟的姑娘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公子第一次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来来，给你引荐引荐。哎呀，懒子，过来。哎，别别别，长得可真是好看。这位公子，可真是来对地方。我们这醉香楼啊，素来以三香闻名。这第一香呢，为书墨香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只要您喜欢的，咱们这儿都有。这第二香嘛，为韭菜香，当地特色的苏菜佳肴，实属上乘，万里挑一。至于这第三香嘛，那就是女人香。你看我们这儿的姑娘，个个千娇百媚，各有千秋。不知道公子喜欢哪一香啊？如此，便尝尝你们的韭菜香吧。把你们这里最特色的菜肴，都给我盛上来。啊，我懂了，公子是个讲究人。来人，上菜。公子。这都是本店最上等的菜肴，您试试看，要是不合适啊，我们那儿还有。素闻苏菜历史悠久，博采众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由金陵、淮阳、苏溪、徐海等菜式组成。公子，你可真是行家呀，说的对极了。你还真厉害。哎，客气客气，客气。您先试试这道。好好好好，您快尝尝。啊好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道清炖狮子头，品相极好。那是。不过，肉末太碎，肥肉太少，不够鲜香筋道。那您尝尝这个。这道银鱼炒蛋，用料非常新鲜。那当然，我们全是新鲜用料。但是他用了这个生抽作为佐料，破坏了原有的这个鲜香美感。嗯，那您尝尝这个吧。这道总行了吧？葫芦美人干，名字是极美的。但是你们这个鸭姨焯水时间不够，心事太重了。要不您尝尝，这公子您可真是会吃的行家呀，把我们这大厨都比下去了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公子倒酒消消火？慢着点，不必了，尝尝我们这里的。哎，不必了，不必了。老板娘，买单了。哎，站住！这点钱还不够我一道菜的本钱呢。这下够了吧？哎，哎呀，这公子啊，您把我们醉香楼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就这桌子菜，至少也得值50两。5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再说了，你的菜这么难吃，我随便七桌八桌的都没你强。哎呀，你就别说废话了啊，赶紧说，给不给钱吧？没钱。没钱？你干嘛？喂，哎，别动我包袱！喂，你，哎呀，还真没钱呢。干嘛？啊，你这长得还挺俊俏的，以后就留在我们醉香楼，什么时候债还清，什么时候走，带走。走吧，公子。喂喂喂！这臭的提壶使者。洗碗。各位贵宾，各位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醉香楼。我们的规则很简单，只要哪位公子献上的菜肴能够让锦荣姑娘满意，就能够一睹芳容，与锦荣姑娘闲坐小叙。下面让我们欢迎第一位选手。张公子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道凤舞九天，气势挥洒如云，似有乘风之势，果然好寓意啊。那是自然，那是我特意挑选，外形样貌百里挑一的乳鸽，一米九九遭喂养7749天，待其成长后，先拔毛去内脏。腹内塞入莲子桂圆，上炉蒸熟后，再以大火烤至表皮金黄，这成品色泽诱人，秀色可餐，堪称极品呐！小倩，凤舞九天，浴火重生，寓意自然是极好的。可惜张公子错选了先蒸后烤的料理方式，又加以了过多的辅料，使之失去了原本鲜美的味道，变得华而不实，徒有其表。乳鸽只是凡鸟，终究是变不成凤凰的。下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选手，李公子。李公子今天带来的菜品是金风玉露。我这道汤羹是以南方当地最最著名的金华猪为底汤，以雪原虫草、高丽红参、爪哇燕窝以及东阿阿胶为原料，再添加长白山松枝和寒山寺腊梅上的积雪，隔水而炖，成品晶莹剔透，如金似玉。
果然是好大的手笔啊。金风玉露，人间难逢，公子心意可见一斑。只不过最美味的佳肴不在乎食材有多昂贵，只要有心，即使是最寻常的食材和最普通的烹饪方式，也能做出独一无二的美味佳肴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荷叶饭是谁做的？是被扣在后厨的那位公子，他还说这荷叶饭有个名字，哦，叫鱼毒爱莲。鱼毒爱莲，鱼毒爱莲，直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能把周敦颐的爱莲说呈现于此，倒也不同于外面那些庸碌之人。公子请。景荣姑娘万福，还未请教公子尊名。小心陆。陆公子，你费尽心思讨小女子欢心，是何用意？姑娘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并没有什么企图，只是今天在献菜大会上领略了姑娘的厨艺功底，如逢知己，这才着急着表现一番。公子厨艺出众，看着也不像落魄之人，为何会被扣留在这醉香楼，狼狈至此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本是醍醐特使，奉命游历南北，此番来到金陵是为了搜寻当地的民间美食。你说你是醍醐特使，可有凭证？特使大人勿怪，小女子失礼了。姑娘不必多礼，叫我陆公子就行。陆公子请坐。小倩，给公子泡壶茶去。是。陆公子此番前来，可是已经找到了心仪的美食？我曾去过玉和春酒楼，想寻访江苏第一名厨徐继白，却不料他早已遭遇变故。我听闻徐继白做的菜因食物中毒而致人死亡，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，一名经验丰富的名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？其实那所谓的食物中毒案根本就是一场栽赃嫁祸。姑娘对这个案子的内情有所了解？江南第一名厨徐继白。正是家父。一年前，江苏盐运使潘大人在玉和春宴请盐商沈怀中，我父亲作为主厨极尽招待。金陵三草。哎呀，放这儿，这可是名厨啊。哦啊。慢用。酒过三巡之后，潘大人，大人，菜里没有发现毒药的痕迹。不是毒药，那就是食材的问题了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在厨房发现的，你看。仵作，大人，这里面夹有黄花草，它的外形跟马兰头很相似，但却有毒性呢。保存证据。徐继白因误用食材，导致盐商沈怀中食物中毒而亡。你可认罪？我冤枉啊，大人！小人主厨几十年了，我绝对不会分不清红花草和马兰头，这是灵界的大人。哼，证据取走，岂容你狡辩？把徐继白
押入大牢，择日宣判。走，大人。走，我冤枉我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进去。爹，干什么呢？姑爷，求求你，我就跟我爹说两句话，求求你。快点。爹，锦荣，听爹话，快离开金陵。我走。走得越远越好。我不走。快走。我不走，爹。是不是有人害你？你告诉你儿，他是谁？谁呀、啊？爹命该如此吧。快走。爹。快走！我不走，爹！快走！我不走！走走走！爹，爹，我不走！走！爹！为了翻案，我四处奔走，层层上岗，却处处碰壁。所有府衙都认为，既然犯人已经主动画押认罪，此案根本没有重新审的必要。我在进京上告途中，恰逢大赦天下。回来后，发现父亲已经被放出狱，却不知所踪。这样说来确实很奇怪。照理说，你父亲一出狱就应该去与你团聚啊，怎么会到现在都下落不明？你们真的看见有人自称醍醐特使，还在金陵城内招摇过市？是啊，爷，他还打伤我们好几个弟兄呢。这人长什么模样？样貌嘛，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又矮又圆，像个大冬瓜。油大了。醍醐特使这名号是瑞亲王清风后有来头，此番他来到金陵城到底是何用意？那个人傻了吧唧的，肯定是冒充的。会打你们不够疼吗？这回呀、啊，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喽。看来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嘿嘿嘿，多一个，又多一个，你们四个太赖皮了！你滚开，少在这多管闲事啊！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？哟呵，给我上！押上！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不必多礼。不知大侠怎么称呼啊？别叫我大侠，我叫沈木南。哦，原来是沈公子。
刚刚见你出手不凡，请问你有没有空啊？干嘛？教在下两招。我有要事在身，告辞了。哎，你可以请我吃饭，大侠。还是你请。哎哎，好久不见！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不是，谁是兵呢？反正我现在身上没有钱。不如假借帮他的名义跟着他，顺便蹭吃蹭喝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真正的下落。自己人，沈大侠，是我。深更半夜鬼鬼祟祟的来干嘛？我是来还你的玉佩的，高手。顺便感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。有你这样感谢的吗？今天跟我一天了吧？有什么目的？从实招来。其实我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嘛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像你这样的大侠，只能出现在武侠小说里。但是我今天见到真人了，我真的好开心呐！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叫我大侠。你姓沈，叫沈木南吗？沈大侠是来金陵城旅游的吗？我对金陵很熟的，我可以做你的向导啊。我不是来旅游的，我是来找人。找人？找谁？你听说过江苏第一名厨徐继白吗？徐继白？我太熟了。你熟？男的女的？哎，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也行。他原来是玉和春酒楼的掌柜，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刚刚做了个决定，我决定帮你找到你要找的那个徐，你要找的人。不必了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休息。不送。晚安。你。大侠，这个徐继白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章找他？这是我的家事儿，不必多问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哎，这醉香楼的佳肴就是好啊，真是色香味俱佳呀！以后咱哥俩还得来啊！来，哎 OK、一定来。大侠，听闻此间饭庄饭色俱佳，我们可否进去以解肚中之饥呀？能不能先干正事儿？哎，皇帝不拆恶饼，那办正事之前是不是先把肚子填饱？说不定里面还能打听到那个徐继白的下落。走。哎哎，九儿，接客。客官，您的菜。你怎么上菜上这么慢呢？哎，客官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您的菜。你干嘛挡个脸？我小的上过天花，容貌骇人，怕吓着您啊。声音怎么又怪怪的？小的得了重感冒，客官您来菜上齐了啊！你给我回来！重感冒还给客人上菜，你们店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大吗？小的知道了，客官。哎呀！哎呦我天，你这小子怎么回事啊？开始毛手毛脚的。小真真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客官您认错人了。哎呦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你怎么穿得像一个？南方厨师是吧？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？你怎么会在这烟花柳巷之地？你可别忘，你是个孤家寡人是吧？
我也很想早日脱单。小珍珍，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婚？昏头转向是吧？作为客官刚到南方，水土不服是不是？我带您呼下新鲜空气。老板娘，您拿着，我带我朋友去说几句话。走。哎呦。走。喜宝叔啊，我怎么走到哪就跟到哪？到底想干什么？小珍珍，寻访天下美食是瑞亲王给咱们两个的任务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。再说了，咱们不还指腹为婚吗？停！不要在我面前说“指腹为婚”这四个字。小珍珍，你要接受现实。婚约这事儿呢，是我爹和你爹共同的心愿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听爸爸的话，做一个孝顺的好宝宝。哎呀呀，恶心死了！不要再讲了。我问你，你怎么会在这楼里给人家打杂？我欠老板娘钱，我帮你还。不对，沈大侠可以帮你还，他很有钱，而且为人很仗义。走，带你去找他。哎呀，我不走，我在这里挺好的，我可以潜心研究蔬菜，而且我已经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。什么事情？不用你管。你告诉我呗，小珍珍。在下范长青，听闻景荣姑娘上品佳肴，见解独到，特来献菜，请姑娘指点一二。这是松鼠桂鱼。玉和春的学师傅出事以后，就没人会做这道菜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此道菜选取新鲜的长江桂鱼为原料，以精细的刀工将鱼身雕出形状，过油炸至成型，再浇上秘制的酱汁，成品色泽橘黄，形如松果，外脆里嫩，酸甜适口。景荣姑娘可有兴趣品尝一下？姑娘，味道如何？松鼠桂鱼为当年江苏第一名厨徐继白所创，这道菜的要素是入油烹炸之前以淀粉沾过鱼身，而公子做的这道菜淀粉过于厚重，使鱼肉失去了原本鲜美的味道，且酱汁的配比随心所欲，毫无章法而言，称之为松鼠桂鱼有点不合时宜，倒不如叫东施效颦更为恰当。你说什么？小女子随口之言，公子不必放在心上。只不过是个卖笑的下贱女子，也敢在我的面前猖狂至此。我倒要看看醉仙楼的头牌佳人到底是何等的姿容。你放开他！哎哎哎，敢欺负我的小珍珍，我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放开这位姑娘。我若不放呢？这位朋友，既然你能做出失传已久的松鼠桂鱼，想必也是名门之后有一定造诣的厨师吧？那又如何？可惜你厨艺不精，被景荣姑娘提点之后反而恼羞成怒，欺负弱女子，实非君子所为。你少在这里多管闲事。就算在下不管，在场的所有宾客也不会让你胡来。你若横行霸道，不怕引发众怒吗？太过分了。就是就是还打人，此等恶劣行为绝对不能纵容。对啊，太恶劣了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
喂，包太久了吧？能松手没？刚才多谢各位出手相助。哎，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你好不要脸，人家谢的是这位英雄。姑娘，在下有一事请教。刚刚听姑娘说江苏第一名厨徐继白，你可知道他在哪儿？你找徐继白干嘛呀？不方便说就算了。不过据我所知，那个徐继白已经消失很久，渺无音信。此事对我来说十分重要，不管能不能找到，我总需要试一试。若公子有任何需求，可随时来醉香楼找我们。那多谢二位了，在下告辞了。慢走啊。告辞，告辞。哎，老沈，你快来看我啊！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让我留下来陪你嘛。谁让你陪我啊？别在这里给我捣乱啊！我不走，哎呀，走，快点走！哎呦，谋害亲夫啊你！今天现在的那个范长青更加奇怪，他为什么呀？松鼠桂鱼是你爹所创，那照理说你的真实身份旁人是不知道的。今天这场献菜，他到底是有心还是故意，也很难说。哎，锦荣，你要多加小心，知道吗？公子，嗯，你这就怪我不留情。哎呀，太难看了，太难看了，太难看了！你干嘛？什么难看？怎么了？你衣冠禽兽，乘人之危，大淫棍！我淫棍？哎，人家锦荣的身份已经很可怜了。对啊，你却占人家便宜。我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哎，我占他便宜，你脑子坏掉了吧？那你刚刚这样扭扭晃晃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哎！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啊？我是个女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七宝厨啊，你过来了。你哎呀，混蛋！你这混蛋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！志珍，这身衣服穿着还合身吗？嗯，刚刚好。金荣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向你说明我的身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知道你是女子，我反而更开心。你放心吧，我跟老板娘说过了，你呀，就安心在这儿住下吧。谢谢你，锦荣。我的爱情啊！喂。小珍珍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恶心死你！你以后能不能不打我的脸？我还要靠脸吃饭呢。你想不想要一个江湖赎罪的机会啊？想。听着啊，头发好痒。停！
大人，今日在下去了一趟醉香楼，遇见了一件奇事。奇事？醉香楼有一位叫景荣的清官人，见客不为钱财，倒只论厨艺。哦，那以你的手艺，自然是见得佳人喽。喂，听什么呢？哎呦，不神的！原来你是飞贼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胡说八道！年轻人，我带你去自首。你什么人？站住！你快走！沈大侠！又是你！给我打！啊！不要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叶水影，走了吗？哎，走了走了，被我打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那个人是我今日见到的那个鹈鹕特使。鹈鹕特使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放手！谁让你跟着的？差点坏我事儿。哎，你应该谢谢我，要不是我，你现在已经被官府通缉了。我又不是飞贼。你不是飞贼，你进人家院子干嘛？我去找证据。找什么证据？你年前中毒案的证据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当年的死者是我爹。啊？我爹名叫沈怀忠，是扬州的盐商，一年前受到潘大人的邀请去金陵赴宴，不料我当时就去了现场，去问了现场的那个大夫，可是他说没有一点问题。令尊大人确实是死于食物中毒，但与潘大人却略有不同啊。有何不同？潘大人是伤及了肠胃，而令尊大人却伤及了心肺。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在前几日修葺房间的时候，我在我父亲的书房发现了盐运的账本和一封亲笔信。所以你怀疑你爹的死是？此次来金陵，就是为了寻找徐继白，查明案子的真相。沈怀忠，原来就是沈大侠他爹。他来金陵是为了找到徐继白，接连查出真凶，为他爹报仇。哦，还是这样。我觉得，既然沈大侠也在查这件事儿，倒不如我们强强联手，接连找到真凶。瑞亲王一定会奖赏我们，说不定还有奖金，我们就有钱买房置地。沈木南，他怎么会知道景荣的父亲是徐继白啊？嘿，那你就问对人了，我告诉他的。你怎么长得这么没脑子啊你？你干嘛呀？你光凭沈木南的一面之词，你就那么容易相信他呀？万一他以此为幌子，加害景荣他们父女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，沈大侠不是那样的人。很熟吗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这个笨蛋，那么轻易的泄露了景荣的身份，你就把他出去很危险。我也是想帮你们嘛。你快走了，我想谢天谢地了。我拜托你，以后离我远一点，不要总是捅下楼柱，让我替你去受死。陆志正，你不爱我了，真的不爱我了。救命啊，金宝珠，我过去没有喜欢你，现在没有喜欢你。小珍珍，大人，查到了。是的。接着说，在下今日跟踪了情报处，果然有所发现。昨夜跟他一同闯入的那个人，正是沈怀忠之子。此次前来是要查清沈怀忠的死因，而醉香楼的头牌家人，竟是徐继白之女。没想到沈怀忠那老小子，临死前还留了一手。
他儿子居然还找鹈鹕特使来做帮手。不管什么鹈鹕特使，宵小虾兵蟹将，不足畏惧。我当初就说嘛，把那虚继白给赶尽杀绝了，你非得让他活着，这不是徒增风险吗？您的目标是沈怀仲，虚继白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已。他出狱时早已疯癫，当年的事更是毫无对证，想要翻案绝无可能。更何况咱们已经掌握了他女儿的下落。既然如此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人，放心。季真，你好像有心事啊。齐宝初这个家伙，真是不坏事了。齐公子也是出于好意，你就不要责怪他了。他跟沈公子在一起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嗯，希望他们能早日找到你爹吧。会的。齐公子在前面等着。别跑别跑！快走！抓住他们！别跑别跑！抓住他们！猖狂了！竟然对两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下手，这算什么本事？那些杀手应该是潘府派来的，定是潘大人知道了景荣的身份，才对他痛下杀手的。看来这件事情确实跟那个潘大人有关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情来陷害许继白呢？会不会他们的目标就不是许继白，而是我爹？啊？我认为潘大人是两淮盐运的盐运使，而我爹是盐商，他们常年打交道，会不会是我爹发现了潘大人什么秘密，所以才被他们借刀杀人，痛下杀手？稍等。这是我爹生前留下来的账本。看不懂哎，这是沈伯伯记录盐运账本，自然看不懂。沈公子，或者我们要不要再抄录一份，然后找人快马加鞭送回京城给瑞亲王过目，你觉得如何？可行。去。
没错，这就是玉和春的账本。那有没有出事那天的记录？在这里，这就是出事那桌菜的账单。是很常规的食材啊，为什么就会食物中毒了呢？哎，咱们亲自尝一尝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尝一尝。亲自尝一尝。大事果然是名不虚传的，苏菜文化才是博大精深呢。美容啊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？没我爹做的好吃。怎么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呢？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？所有的食点都已经翻过了，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会不会是我们找错了方向呢？也许根本就不是食物中毒，是有人投毒呢。不可能，为了给爹翻案，我曾经私下问过你，但他说从尸检结果看，根本没有人为投毒的痕迹。看来这件事的细枝末节，就只有徐伯父本人才知道了。老沈已经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。咱们再等等。我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，我们要换一个角度，认真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。潘大人是朝廷官员，他怎么会利用食物中毒来陷害徐伯父呢？我想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暗中协助他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件事情最可疑的应该就是那个范长青。他又精通厨艺，而且又是潘大人的心腹，这馊主意肯定是他出的。就从这里入手调查。也不错啊。
长青为什么要在这摆了个牌位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好奇怪，那边还种了盆芋头当盆栽。啊，倒是食谱。什么？嗯，原来范长青生在潘律师家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这么说，作者跟那牌位上的名字一模一样，摆明就是他爹呀。哎呀，小珍珍，这天下重姓的人有很多，咱娘不也姓范吗？臭乞丐，偷我包子！你，撒手！撒手！老范，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？你要这样为难他？他偷我包子不给钱，钱我给。这钱够他吃一年包子了吧？够，两年都够。别再为难。不会，算你走运。老人家。您慢点吃，我付的钱足够您吃包子了。不，老三，臭乞丐，不是我，老三。你不会真打算拜他为干爹吧？别胡说八道，他是自己跟过来的。我跟他神情疯癫，又露宿街头，老被人欺负的，实在不忍心赶他走。这怎么没有老乞丐啊？小珍珍，你离他远点，他可臭了。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你可知道，女儿找你找的好苦啊！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是谁害了你？谁害了你啊，爹？是我们一直在想的江南爹明厨啊。徐继白，不是我。大夫，我爹怎么样了？胤禛因神志不清，导致气血瘀滞，乃至老身才会心神意乱。那要多久才能完全康复啊？此病需长久疗治，短者数月，长者三至五年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对，到时候我给你开个药方，拿药去吧。如此，多谢大夫。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我送他。好，走。公子大恩大德，锦荣，此生难。锦荣姑娘，不必如此。若不是公子好心救下我爹，真不知道他还要受多少苦。我本是无心之举，既然促成你们父女团聚。也是上天的恩赐呀！太棒了！现在徐继白已经找到了，那我们离真相大白就不远了。哎，锦荣啊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范理财这个人？范理财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也是一名厨师，曾经在名厨大赛中输给过我爹。这就对了，我们已经查出，范长青就是他的儿子。真的？嗯。那他们俩之间就更有恩怨了，那他害徐伯父，就更有动机了。等到徐伯父神志清醒了，这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可是，如果说真相不能大白呢？怎么办呢，小珍珍？哎呀，事在人为，我们一定能找到让徐伯父康复的方法的。训练第一项，刀工。俗话说，无刀不成席。细致的刀工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而极致的美感。
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训练第二项，翻锅，请。小珍珍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大锤子或者大石头把它砸醒。人家武侠小说里都这么写的呀，要不就把他推下山崖。能不能正常一点啊你？烦死了，给我滚开！老师，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？我觉得徐伯父的病呢，一般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要不咱们去找一下民间高手，说不定能有转机。民间高手。我记得爹说过，他有位同门师妹，十分精通药膳医理。他人在哪呀？就住在姑苏城，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只知道他叫萧美人，家住在平江河边。嘿，我又有一个想法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跟你们玩了。是这吗？对，就是这儿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谁呀？婆婆，
家父徐继白是特地来找师妹萧美人的。徐继白？是。师兄？不是我。哎，我们来了，老师，快！怎么样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偷跑过来的？那天我发现陈四在盯梢我们，接着呢，我就想了一个偷梁换柱，你们走水路，我们走陆路。路上我们还遇到了一个草台班子，我就请他们唱了一出《官兵捉盗贼》。好了，你叫的官兵，请不起，你找来。钱，还好我们得钱，找他，找他，快给钱！钱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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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你父亲是气结于心，淤血攻心，把淤血吐出来就会好的。我去准备一些药膳，静养几日，你父亲就会痊愈了。锦荣，药好了。多谢沈公子。锦荣。爹，你醒了。哎，当年那个案子确实是有人设计了圈套，我明知道他要陷害我，可我却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呀。徐继白，你也有今天啊。是你，原来是你，没错，是我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这样陷害我？无冤无仇，要不是你抢了我爹第一名处之位，他怎会一病不起，一日而终？你爹不好而死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可你爹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别再狡辩了，你。听好了，想要保住你女儿的性命，就乖乖的还牙认罪，敢跟别人透露一个字，你就永远见不着你女儿。你永远见不着你女儿。为了保护我女儿，我不得不扛下所有的罪名，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。可谁料，住店疯癫，神志昏迷，出了狱以后就变成这样了。看来这个范长青的确是这个案子的始作俑者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栽赃嫁祸的？秀婆婆，那个黄花草这个植物真的能把人毒死？黄花草虽然含有毒性，可是毒性具体如何，还要研究确认才能知道。
你看，这是黄花草，它和马兰头虽然很像，但也并不是不可分辨的。夏婆婆，你快来看，这山里还有芋头呢。哎，别摸，这叫海芋，虽然和芋头很像，却含有剧毒，人若误食啊，很容易丧命的。给我。好了，走吧。夏伯伯，怎么样？这黄花草虽然含有微毒，却并不致命，顶多是让人肠胃不适、上吐下泻而已。案发时，潘大人就这个症状，不过我爹肯定不是死于这个。黄花草中毒，会不会就是凶手设的一个障眼法？哎，这海芋我们在范仲淹家也见过。对，我当时还以为是一颗芋头嘛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案发的酒席上有一道菜叫桂花芋奶？对啊，爹，我记得当时菜单上好像确实多加了一道菜，就是这桂花芋奶。哎，石伯伯，案发前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异样的情况？是有哪儿不对？老板，啊，吃啊，啊，特意给你点的啊。记得那天我招呼客人回来后，那盘桂花芋奶已经被端到桌子上。那这道菜是潘大人点的吗？潘大人是玉河村的常客，他有消渴症，从来不吃甜食。这么说来，那道菜只有我爹自己吃了吗？看来是有人用海芋调包了桂花芋奶，这才是沈伯伯中毒身亡的真正原因。不错，这种海芋全身有毒，特别是根茎，如果被人误食，会引起神经麻痹、心悸窒息，严重者就会心搏骤停而死。这跟我爹的死因一模一样。范长兴，你个混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公子莫焦躁，既然真相已经大白，恶人一定会受到他应有的惩罚。没错，在他们有所防备之前，必须要抢先下手，主动出击。那四百两银子的事儿，哦，那大人放心，我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别别，老爷，三日之后已经斗菜，若有胆量，马上过来。哎。他们主动宣战，要和我斗菜。斗菜，这他们到底是何用意呀？大人请放心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各位乡亲，各位邻里，欢迎大家来到斗菜大赛的终极决赛现场。本次大赛由醉香楼全程冠名支持。首先，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大赛的主审嘉宾，他就是江宁府府尹何大人。同时，我们还邀请到了最亲民爱民、最具富贵气质的潘大人作为我们的观赏嘉宾。下面，让我们有请双方参赛选手入场。从我右手边入场的是提壶特使齐宝厨与陆之真。我左手边入场的是江苏第一名厨范长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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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来过来来，先生，好，好，好。
本次大赛的主题是年年有余，双方选手需要以蔬菜为元素，以鱼为主要食材，随心所欲，即兴发挥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范长青，他的参赛作品是鱼米之乡。醍醐特使齐宝厨与陆之真，他们的参赛作品是鱼跃龙门。请评审分别品尝这两道菜品。太湖白鱼的鲜香，扬州香米的暖糯，以浓稠的汤汁为纽带，造就了这盘精致之作啊。这鱼会动？府尹大人，这鱼要是不会动了，还怎么越龙门啊？万鲜里嫩，清香鲜美。这是熟的，神奇，太神奇了！这才是一鸣惊人的惊世之作。我宣布，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醍醐特使。谢谢。公子，请留步啊！你还想怎样？刚刚我在做菜之际，又做了另外一道菜，想请您赐教一番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尝尝这道菜，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怎么着，不敢吃啊？怕有毒是不是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这桂花玉奶怎么会有毒？桂花玉奶要是没有毒，那沈怀忠是怎么死的呀？他是中了黄花草的毒才死的呀。哎呦，你了解得好清楚啊！难道当时你在案发现场吗？我听说的不行啊。各位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年前在玉和春酒楼发生的食物中毒案。今日我就要在此向大家澄清，当年令盐商沈怀忠中毒身亡的并不是黄花草。陆姑娘，你千万不要信口开河啊。当时案发后，我们明明在玉和春酒楼后厨找到的是黄花草，没有任何其他下毒痕迹啊。府尹大人，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黄花草并不致人死亡。那你怎么又证明它毒不死人呢？是啊，陆之真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你说黄花草毒不致死，那你敢吃下去试试吗？真真，吃吃给他看。慢着。
在下许继白，是玉和村的主厨。今天，我要亲手吃了黄花草，以证明我的清白。徐伯伯，徐伯，你可以了，可以。哎呀！叫大夫。快！大夫，哎，来了，吃了药就没事了。回大人，徐师傅中毒的症状跟潘大当年一样，只是伤及了肠胃，并无大碍。在下已经吃过药了。哎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徐继白没有事儿。事实证明，黄花草确实毒不致死，真正有毒的是那盘桂花玉奶。桂花玉奶是芋头做的，这芋头怎么有毒？芋头自然没有毒，但是那盘菜在上桌之前就被人调包了，而调包的那盘菜是含有剧毒的海芋做成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盘桂花玉奶正是盐运使潘大人点的。啊，这潘大人，你素来有消渴症，从不吃甜食啊，为什么要点一盘桂花玉奶呢？我不吃又如何？我是给沈怀忠点的。府尹大人，你可曾还记得在菜肴上有那盘桂花玉奶啊？不错，菜单上是有这道菜，但是案发后这盘菜是空的，那就奇怪了。单凭沈怀忠自己，怎么吃得下一整盘的桂花玉奶呢？所以一定是有人提早到案发现场清理了罪证，这死无对证嘛。所以这个人啊，应该就是盐运使潘大人喽。胡说！何大人，当时你也在现场，我也是中毒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潘大人，你中毒是因为提早服用了黄花草，假装成受害者，掩人耳目，而沈怀忠却是服用了被人调包的桂花玉奶。那也就是徐继白把海芋当成了芋头，才导致沈怀忠死亡的。如果是徐继白误用食材，那为何在案发后后厨只搜出了黄花草，为什么找不到海芋呢？甚至连海芋皮都没有找到一片。当时在颐和春酒楼只搜到黄花草，没有搜到任何和海芋有关的东西。这只能证明这道菜是在徐继白做好以后，在上菜过程中被人调包的，而这个人就是你，范长青。点的啊！搞定！陆之深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哼，等着！看到了吗？这株海芋是从你家找到的，你正因为了解此植物的毒性，所以用此物下毒。哦，大人，你看。我跟沈怀忠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害他？当年你的父亲范理财在名厨大赛上输给了徐继白，
然后他就一病不起，郁郁而终。因此，你便借着谋害沈怀忠的计谋，来嫁祸徐继白，替父报仇。陆之深，你少在这里自作聪明。范长青，论聪明，我哪里比得过你啊？这个借刀杀人的主意是你出的吧？那潘大人呢，就想借他人之手谋害沈怀忠，而你呢，就借此机会嫁祸徐继白。这偷梁换柱以后，沈怀忠就成了意外死亡，而徐继白就成了过失杀人。哎呀，这个一石二鸟的计谋，真当天衣无缝啊！陆之深，你空口无凭栽赃老夫，是范长青借老夫设宴陷害徐继白，此事是他罪有应得。他是一人所为，与老夫无关。大人，你怎么能落井下石，将所有罪名都推到我的头上呢？难道老夫会栽赃你不成吗？明明是你想对沈怀忠下手，才授意我这么做的。哼，范长青，我早知道你靠不住。还好我有证据在此。陈森，在。拿住。好嘞。爷，对不住了。各位，此盘呢，是我在案发后从范长青的家中找到的。当时范长青呢，从另外一个盛着海芋的盘，将此盘给调了包。虽说两个盘都一模一样，但却有记号为证。正如大家所见，玉和春酒楼的盘，底部都有一个玉字。何大人，请看。范长青暗中收买我，并且让我将那些没有吃完的海芋给处理掉，还不让我将此事宣传出去。但是，我实在是看不惯他如此草菅人命的恶行，因此，我便将此事禀明了大人。好你个陈四！你竟敢联合姓潘的栽赃于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范长青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说我们栽赃啊？爷驾！你潘大人啊，就算你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范长青，你也证明不了清白。沈怀忠之死，你脱不了干系。胡说！我对沈怀忠是一片好心。你身为两淮盐运使，借着官职之便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。你拉拢他不成，又怕他泄密，所以才以此毒害他，嫁祸他人。呸！哼！我乃朝廷命官，对皇上是忠心耿耿。你不要污蔑老夫的清誉。好一个忠心耿耿啊，潘大人！这个是沈怀忠生前记录的盐运账本，上面记录你所有的罪状。我早已抄录了一份送至朝廷，朝廷命睿亲王彻查此事。潘大人，你的好日子到头喽！大人，府尹大人，好啊，你们真是机关算尽，竟将本官蒙蔽了！来人，将一干人犯拿下！不要！大爷呐，我没冤枉的。奉睿亲王令，调查两淮盐运使贪污案。潘大人，带走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抓走了。各位，你们请，来，请请。陆姑娘，齐公子，多谢你们鼎力相助，
才有我重见天日的今天呢。不必客气。哎，徐伯伯，你怎么能只谢我们俩，不谢老沈啊？他还用戏啊？都快成女婿了。徐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对了，芝芝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，斗菜那天，你跟宝厨做熟的鱼为什么还会动啊？嗯，秘密。秦叔，快进来帮忙。来啦。哎哎哎，小珍珍，你觉得我这次表现怎么样？嗯，还行吧。那你不会又丢下我自己跑了吧？看你表现啊。现在就表现。嗯，我让你亲手给我做一个红烧狮子头。现在做，立刻做，马上做。哎，这